天王来了 ，My friend, how are you？ 我跟你们说什么？冬天呢，我也不去来看你们，我怕你们看到我不美，我爱美吗？OK， 那我跟你说，今次呢，我也是介绍那种袍子，这种袍子几个钱？因为我找到一个新的方法。你不要以为我拍到很多个视频，给自己很多啊赚钱赚钱呢、啊。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等这么久，我都没有这个耐心啦。只不过我可以有武东东给我的灵感掉走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我上次就算你用一把刀来磨呢，其实我真的找不到一个方法来帮他磨更好更方便。哇，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又有灵感了。我真的没有刻意将自己的视频做很多很多的。不可能的嘛，等几个月等一年去弄新发明，因为刚刚有一个新发明给你们给我更方便啊。我解释那种先了，比较容易了，那种呢有牙齿不用磨了啊，这个有牙齿不用磨不用磨，放一边。咁啊，呢种呢就没有的。他们呢因为我上次个几年介绍你们，告诉你们他们好，你学了真的准备丢了。我教你磨，不可以磨后面，要磨里面。怎么那没有磨一段时间的，我感觉他已经个披风已经走出来了，那呢度就是磨里面了，因为我常常跑东西嘛，所以要磨里面了不是磨。不是不是后面，好像那把场景什么叫后面呢？当我们跑的时候呢，贴着来跑的，贴着来跑的，就是一定不可以磨后面，不可以磨后面，一定要磨前边。以前教你怎么磨前边，我今次呢找到一个代替，很好代替。怎么代替呢？就是用这个了。这个呢有两个，我之前已经做了你要拧紧一点啦，如果你觉得拧得不到，可能你用找别的东西啊，万能胶啊拧它啦。我随便找双面胶纸就可以磨到了。那种叫双面胶纸，其实你要拧几一点几一点捏力它，应该拧得很稳的。那种是你好像那种砂纸自己做出来的。为什么我自己做呢？因为有时发觉到呢，如果我磨剪刀呢，磨这种啊，你不可以厚的，要薄薄的。有种锉仔呢，一般来说都是厚厚的，所以我就有灵感啊，可以。因为这种东西呢，有的时候它跟摩擦一点点可能已经歪掉了，很容易就丢啦，又不可以里面的牙齿凹凸洞磨平了，也是不是买不买，如果你拿起来没有，好像自己不方便啦，那些不容易随随便便出去嘛，像你的病情我们要考虑个环境嘛。所以我跟你什么说先啦，首先呢我等一下先你告诉怎么磨哈。咁首先我教你怎么制造这个，很容易的。如果每一个指甲片里面呢，指甲钳里面呢有这个刀的，这个磨刀来的，有些有些没有的。所以你如果有的当然找有了，如果没有你没有办法了，可能你买把剪刀里面有一个错的小错的，你看没有几把有啊，那把也没有啊，那把也没有。那我找个有的，我找个有的，咁啊，暂时找到两把啊，三把有那个小刀嘅啦，那个可以转出来。即系你不需要刻意就买一个那啲夹酥酥的夹嗰种某某的夹出来。咁啊，如果你制造我教你怎么制造呢个先，呢种系磨手夹嘅，将镜只搓手夹嘅，搓它的。咁啊，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呢种。没关系，还有得给你讲，转我手上可以变通的。咁啊，呢种系夹掹一种某某啊、眉毛啊，夹出来、扎出来的。咁啊，然后你将呢个咁咬一下，咬到直，咬得很直，咬得很直，好像呢个点。
已经几有牛子了啦。咁呢度一点点弯嘅位咧，咁啊后生我呢个人有一点弯嘅位，我呢度没有用得着，所以我就不用管它。啊，呢度很锋利，咁我然后咧拿一点胶纸，啊，咁样拿一点胶纸，嗱，将呢个锋利嘅土，困住嚟啦吓。就是他令到他不要割到我们的手，他比较有一种很锋利的，一不小心割到我们的手就受伤了，就惨了。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放点安全先啦。这里就是一种夹胡子啊，夹一种某某走出来的个东西啊。然后这里的弯的位置呢，那这个不要了，这里将这种咬直了就之后呢，咁啊，然后咧，你就放这个，嗱，好新这个啊，嗱，我做给你看，嗱，皮梳我怎么捻呢个咧吓，很容易嘅啫。你捻的时候咧，捻一边，不可以磨两边，因为尽量令它很薄啊。因为自己前咧，它的气味比较窄，所以你捻一边就够了，不用烫先，一边就够了，一边就够，一边不用磨的，你一种胶纸。比较没这么线索啊，那么怎么捻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好像我示范给你看啊，我将这个示范给你看，我就是很简单啊，我将这里啊，这个是手指甲错了，已经错到病了啦啊，你当它病了先，我这个还没有病，不过做给你们看啊，啊 OK， 那么然后将这里呢，这里，那么，这里，那么，我将这个撕出来先。知道嘛？有啲时候要咁做俾你们看咧，有点紧张嘛，所以变成我们咧又要感觉快乐。所以嗱，你即系，然后咧，你就拿这个呢种咧，就砂纸，应该系柔一点就好了，不用太过粗的啦。大概它我不可以给你看得清楚嘛，你即系 try 啦，不需要怎么粗，又唔好怎么柔嘅啦，你咁样贴住这边。一边就够了，因为我觉得一边就够了啊，不需要两边的。你照住那个回形啊，剪出来啊。其实上，如果我揣了，如果你连也可以，不连也可以了。连了之后呢，跟用这个很滑的，我觉得连就比较好了，因为它可以整个好像连到完，它可以整个拿来用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那个没有连的，那种摸不到，因为个指甲钳个气味比较窄嘛，所以我觉得连不连随便你了。那个有牙齿，有牙齿在里面了，所以呢，我有几个选择嘛，那个选择呢就比较强的，咁啊，给你扎你摸啊，我特别走出去买不是。如果你指甲钳呢，每个人的指甲钳都有剪刀的，对不对？好多有个锉刀的，锉的，所以你也可以利用那种，不过你一定要用两把，一把怎么帮自己磨，所以两把你帮我，我帮你磨，就是这么简单哈。咁啊，将你怎么磨呢？因为我首先针对你会怎么做啦哈，呢度很简单，你学会啦 ，OK。咁啊，然后呢，我就梳呢种啦，头先呢个嘢先，咁啊，你都要推过后面嘅，嗱，你看，你要推过后面嘅，咁啊，我后面就不用粘啦，粘上面胶纸，其他拿啲时候不用划手，咁啊，然后啦，咁你这边就粘一个砂纸粘过去，咁不会阻住啦吓，所以有点点弹出嚟，当然有噶，因为随便切晒，随便弯一下也可以嘛，所以不需要随便。胶啊，粘得好好不需要，我觉得，因为呢啲随时好像冻了啦，我就温啦，容易方便嘛，咁嗱，咁啊拨出来啊，咁啊推进去啊，就是要记得要粘这边，不可以粘后边，不可以，呢样粘也是粘上面胶纸，粘咗一次就 OK 啦啊，就是呢边要粘，嗱，咁拨进去，嗱，完全没有影响到你个自己钳嘅，当然有点点松脱，因为它嘅。吃得不稳啦，或者你喜欢啦，找点厚的胶纸来，上面胶纸来粘啦。我养这边啦，
钱可以放在一边。如果你弄两把的，比如说好像你两把都有的，那么两把都有的，你帮我，我要帮下你咯，你帮我摸，我要帮你摸这样。我就首先我就弄出这两个给你，最重新给你们看先。有的几个钱呢真的很难拿出来的，都有点滑，对，后果里面可以磨不到，因为它的牙齿不够锋利，一定要磨砂子。你嚼不嚼，黏住，当你用的时候你黏一下啦，给它黏得比较稳一点啦。咁然后呢，我怎么教你怎么磨这个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啦，就里面，我们呢针对就里面，你几好用。因为我们针对就里面，里面磨，推它，因为你咁样唔系咁厚磨，一定要这样推。因为什么？当你刨东西的时候，好像你刨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压住，刨出来嘛，已经呢度已经凹上去了，咁你亦都要针对这里，针对这里咧，咁你。一边就不可以磨，要磨里面，好像贴住的东西，贴住了嘛。咁你拿出来，记得要磨里面就 OK 啦。怎么磨里面呢？咁我制造两个啦，你看这个比较很稳，因为它够长嘛，你可以放一边，随便你啦，你喜欢啦，看你将你用什么嘅拿嚟用咯，嗬。咁然后咧，你怎么磨？呢度咧，你就尽量这样。你有冇听到啊？这样，为什么你不可以这样？因为这样是磨不到的，一定要这样，好像刮它刮不到的，所以将来好像它有牙齿已经够了。你看将你所有的凹凸洞全部凹进去，凹进去就 OK， 很好用的，很好用的，所以很好用的，好像有牙齿这样。那然后你看这里感觉得到，那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放一边，那这里呢有点点，我觉得不需要理它了，因为你当你压下去的时候已经将它刨到平了，不需要当它的牙齿收出来就 OK 了。那我解释到这里了，然后呢我就解释个指甲钳了，我不怕对你说，这种指甲钳有点东西真的哪里够力，真的有点不是每一个够那种力拿出来，真的不够力的，那你一定要用这个，因为我需要用到，我用一个带过来，容易看得清楚，给你们看啊。你首先将这个等我拿出来了，是很简单的，你看，因为你不够力的，真的不够力的，你要粘住。咁啊，然后咧，将呢度弄出来，然后嗱，将呢口钉放一边先咯，我不见了。咁你磨咧，为什么要开个口磨咧？它就比较容易磨得快，同埋比较清楚一点点。因为我们是针对系里面，不是外面啊，所以呢边呢也是用呢个方法，尽量它刮出来，将呢度刮出来，即系尽量嗰啲里面啲披风啊。好像这个扣这样的，个披风是凹进去的，所以我们呢就将它收出来，你将这个收出来，咁尽量刮出来啦，咁因为你咁样磨呢是不可以的，你咁磨，因为这个有会线的，咁你磨它，你看这个会线不可能给你磨得到，即是磨到前边磨不到整个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，好像将一个回线这样筛出来，好像将它的披风全部刮出来这样。因为上次拿一把刀呢是做不到的，只不过我真的当时找不到好的方法帮自己，后来自己最近哇，这灵感真的爆棚爆炸，很多灵感，所以变成了我就是很简单，刮出来，就能将它的披风将它你切切刮出来，真的很好用。咁然后呢，因为我不可以示范给你看，因为我示范给你看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当我们呢
捡东西的人是我们，不是你，所以感觉还不一样的。我捡得很锋利，你感觉到，为什么懂我手上摸不到啊不锋利啊，所以变成我不可以骗我自己的嘛，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清楚一点解释，我不够力，真的不够力，所以你要动用这个假的，又要放回去了，这个，压住这边先，压住这边先，然后呢，这里，可以。你有这个不行的，我以为，所以我为什么跟你，你看又拖出来，为什么拖出来没关系，当你用的时候，你粘住来用，应该是摸得到的，不要紧的，一粘一点点，不可能，你粘死它也是差，当它一块东西，当你弯的时候，头痛哦，粘得很紧，所以可以粘得到，跟住摸一下就 OK。如果拖下来，你放一边，下次看怎么重新来过，放上面胶纸啦。所以那个方法是 number one 的。所以我想你很久了，因为我上次咧真系想不到最后的方法给你们，所以我最近咧给我大脑开了啦，脑袋开了啦，所以变成咧我的灵感真的很多很多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咧，看过我那个视频咗之后咧。重新知道我的生发灵啦，还有呢我譬如说你们有个错字，老师我剪刀，我上次有个视频教你怎么摸剪刀，我顺便了哈，因为你可能不可能，哎呀我买把错字不需要啦，用这个做错字都可以了啦，你看那就是这么简单，你烧不烧用火，烧不烧它没关系，随便你，主要用一个东西可以将你凹透洞，因为我们的剪刀呢剪得多的时候呢，剪它的很多里面很多凹透不平的，好多凸进去，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将这个要记得摸微面，微面后身这里有把刀的，上面这把刀的斜斜这把刀这样刮，你看我就做给你看啊，塞过来，你看，你感觉都不一样的，你看，主要就是那些感觉，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从来视频里面没有，没有我那种发明给你们看到啊，我不怕对你说，就是因为我很好将它完全解开了，分析了。所以如果你说阿爸剪刀好像我最近我老有视频做了啦，只不过我今天再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的剪刀呢好像那把剪刀都可以剪，如果个剪刀呢放在里面都脱下来呢，惨了，那把剪刀咁突然间剪你都脱下来呢就没有用的了，如果你松个这样子都可以用，如果你这样都咁脱下来呢，那把剪刀你没有得磨了，你就准备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那度已经松到这样都破，自己咁破晒来，就变成很松很松。那把剪刀你磨了，根本上剪不到东西嘅。因为为什么剪刀呢？因为是两种的嘛。好像我们那个螺丝，如果松很松很松，那度有一条很大的裂缝。那么当你剪的时候，你怎么将它一样东西夹开啊？那你分离了，你看，你都一条后生条裂缝怎么大？我教你怎么剪个针子，为什么好好剪是？为什么人家跟我不一样呢？其实我跟你说，100%我的保证给你们的。为什么剪？因为我们的剪刀呢，我们通常呢剪的譬如说我剪东西，通常呢，我们剪什么都是剪过去嘛。你看，那这把太小呢，完全剪不到的。太个小了，剪刀就剪到了。因为我跟你说，主要呢，你个剪刀要记得，你都不可以太松。如果这样松呢，好像那把剪都可以磨。如果你拿上手呢，整的都破下来了。你不用磨了，你准备丢了，松得很厉害，你收紧都没有用的了，收不到了，除非你收得到了，
好多剪刀，那把剪刀没得收了，顺利准备丢了。好像我们发明的东西，好像我姐姐，为什么我剪刀真的，我对你说那个方法还100%成功呢？因为，你看，当我们磨的时候呢，啊，比如说我学视频那种内容，每个人都是刮过去刮过去，那我问你了，那每一天都剪剪剪，那么这东西已经好像这样。这样比如说那你要刮过去嘛哈，咁啊，咁刮过去，咁你最剪东西也是咁样，啊，将啲布咁刮过去。我问你啦，系咪同一个道理？用把刀刮过去系没有用啊，咁你不如冇磨仲起好，好似自己骗自己咁。因为我呢个方法应该研究应该好几年啦，好多钱都俾我磨歪了，先至发明今天。那个方法就是因为我用了那个方法之后呢，我感觉到100%的，因为我介绍朋友也是他们，我即使跟他磨了之后给他试，哇真的很好呢，就变成那种感觉给我。我为什么我很有信心教人家用这个方法呢？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方法是100%是成功的。因为你跟你说任何东西都有真正的道理在里面，因为你的剪刀每天都是剪啊，咁啊，一剪的时候，啲东西就刺咯。咁我问你啦，啲动作咧，动作也是一剪它就刺啦，啲布就刺过去了。咁你咁剪过去，当你磨的时候也是就咁剪刀，当你磨的时候，嗱又系咁刺过去。我问你啦，嗰把剪刀哪里磨得到？所以你。因为我为什么跟人家要相反呢？就是因为你要磨过来，要将它好像我们各样东西譬如说小料，譬如说我说一样东西小料呢，我将它填满了。如果你说它已经小料了，你更加将它不走。咁你一定要将它放东西放进去，放到高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啲东西已经变了啦。咁我就跟它相反，将它堆高嚟。所以这个方法，看你相唔相信啦。我就是猛觉得100%这个方法系猛管用，所以好多人怀疑我的方法，因为什么？有个好笑，我唔怕对你说，有人好笑啊，都是给你笑啊。因为最近我大概做了剪刀了两个，甚至第三个、第四个了、第五个了。为什么那些改良的出来的视频？为什么我跟你说，我最近，尤其是最近，可能有50多个人就赞我的剪刀方法，觉得突然间那年啦，就给我录，大概有二十几个吧，录过50多。赚我啦，最近的，为什么这么多的露骨呢？所以我就不停研究，我的方法不好，咁后来想得很清楚，不是我方法不好，因为它已经松了，好像你发觉还好啊，松得很厉害了，用到剪刀用一年多，松得很厉害，继续用这个方法，哪里可以？你只是用我方法不行，你没有想到。我今天告诉林天芳，告诉你，你个剪刀你要注意，唔好给他松。所以我也找出今次为什么咁多人给我怒哭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你好好分析给你们听，因为当你把剪刀用得久了之后呢，用我两个方法是没有用的，太松了，松一点点都可以。如果松到连这边都破下来，肯定把剪刀就准备丢了，除非你把剪刀可以收好好。所以我对你说，有时候人家发明的方法呢，我不怕对你说，如果真的很好用，帮你们可以解决磨剪刀那个问题，如果你错过了、误导了、忽略了，没有用。我对你说，就是一样很好的宝贝到你手上，你都变成一种废物丢了。当你丢了之后呢，有可能发觉了之后，哇，原来他的方法我没有用很久很久了，我丢了很多很多剪刀了。所以变成就是这个问题令我的灵感
好好分析给你们听，因为道理是一个，有没有用呢？对你们感觉到有没有用呢？视乎你们捉到一个剪刀真正的道理，真正的方法，就是能够用。其实任何东西，好多东西，任何道理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三个，很少很少，都是一个道理，好像书写这样，得一个答案，没有很多答案出来，一再一就等于多的同一个道理，我每天都是，就是我因为看到玩具玩乐各种人啦、啊，每一个我不是喜欢跟人家唱反调，因为我自己亲身研究过，用他们的方法不行，拆开个剪刀，切个磨刀石就磨，新的剪刀磨两磨，我准备丢了，丢了两三把了，所以变成。因为现在的科技跟以前不一样的，因为可能我不够红了，你们不相信我的东西了，没所谓啦，只不过我今天借正确的机会告诉你们，不要以为林天芳的方法不行，我怕你们错过我的好的方法，反而令到你们没有一把锋利的剪刀来用，用两用就丢了，所以你说因为为什么我开启的时候有50多个视频给人家称赞我，51个赞我耶、yeah ，大概20多个赞我都越来越多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、哦、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点不甘愿，为什么开启的时候你们赞我有50多个，为什么对着后面的时候有20几个，持续很多很多，感觉他们。没有感觉我这个方法好，咁我研究问题是出在哪里呢？就是我研究了，就是出在嗰把剪刀嗰口钉。你们误会了，以为我的方法不好，你没有找到嗰种真正的原因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啊，如果呢把剪刀呢度松了，我没办法帮你教你的，啊，除非你。松一点点可以，如果你这样都咳，肯定你把剪刀磨了，你试试。如果你证明我方法可不可以，很简单，你将你的剪刀，不管它松不松也好，磨了声，磨了声，吹，试一试。如果你真系松到这样，磨了我的方法都系不行的，你就准备丢了。我也没办法帮你了，除非你有得收钱对不对？好啦好啦 ，OK， 祝你们成功，拜。